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一带给我忙的。对呀，我得打个电话。喂，黄导啊，哎，我是那个老来俏秧歌团的艺术总监，我海燕。啊，那什么，你们那相亲栏目不是让我帮你找个人吗？人我给你找着了。哎呀，行，那你要审查审查呀？那行啊，那你多大来呀？这一会儿就能到啊？哎，那我在家等你啊！哎哎哎哎，好嘞，哎。丁总，丁总，丁总，丁总。我的妈呀！那导演也忒快了，坐高铁来的咋的？海燕呐，咋是你呢？不，我谁呀？刘德华呀！瞅那孙粗，孙三寸，着急忙慌，你来我来干啥呀？你说我找你来吧，还真是个急事儿。这前两回那事儿吧，都怨我没整明白，再加上我老头搁里头一通搅和。给你弄得挺尴尬的，我这心里也不得劲儿。我琢磨着找个机会补偿补偿你。你可别呀！你这是干啥玩意儿呢？你老头那人挺好，咱俩可不能干对不起他的事儿啊！你说啥话呢？你想哪儿去了？我是想帮你相亲，再给你找个对象。妈呀，这么回事儿啊？是我想多了，想多了。哎呀，哎，那你说相亲的事儿有谱没？咋没有呢？就咱们电视台的相亲栏目你看过没？看过。我跟那导演可熟了，我吧就求那导演给你留个名额，你上那上相去。你说那啥样女的没有啊？对不对？你脚踢手扒了，你想看啥样看啥样的。能行吗？咋不行呢？你说行就行啊。我看我也行。要不你哪能相中我呢？当初，别啥都说。叮咚，叮咚，叮咚。哟，这回是导演来了，我接他。你上那屋躲一会儿去。什么玩意儿，拿不出手啊！我不是怕你拿不出手，我是想让你给导演一个大惊喜。我给他。你好、哎、这小伙啊是我带来的，准备上我们的节目。黄导啊，嗯，你不是让我给你找人吗？你咋自个儿带来一个呢？我们这个节目啊就是广泛选拔，是不是？这小伙非常有特点，而且自己独创了一段舞蹈，听说搁网上非常火，我就借着你老人家这地儿啊，我审查审查的，没事先通知您，不能不帮助我工作吧？啊啊，这帮助帮助，坐吧。好好，完了，这回你遇着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啊！个完蛋的玩意！还能有比我强的？人家比你年轻，姜还是老的辣。不行啊，我得想办法让你这头的风头盖过那头。我帮你捯饬捯饬。不是我说你，你说我认识你好几年了，你咋就还穿这身呢？你不能捯饬捯饬吗？你给我俩巴巴的，怨我呀？你要早告诉我，不就穿泳装来了吗？